总统候选人蔡英文下午是来到了高雄立委参选人郭文成的竞选总部来复选，展现绿营的团结气势。现场情况连线给记者黄嘉婷来告诉大家，嘉婷。 蔡英文的补选行程下午是来到前镇小港帮郭文成来助选，展现绿营的团结气势。蔡英文说呢，希望支持者能够集中选票，让郭文成高票当选。我们听听蔡英文的说法。我今天，立法委员，要甲咱照顾这么久，啊照顾啊，舒适舒适。啊，我看咱家咱也足多空气，是多啊，啊，所以就蛮自由，所以我嘛是想讲，即届。 蔡英文说呢，郭文成在前镇小港地区耕耘了非常久，所以有非常深厚的基础，希望大家能够集中选票来让他连任。而造势活动当中呢，也有小朋友送上椰子小猪给蔡英文。当然，今天来站台的嘉宾除了蔡英文之外呢，像是余正宪、赖清德、曹启宏、苏贞昌和高雄市长陈菊呢，许多。 重量级的支持者，许多重量级的嘉宾都来力挺郭文成，也充分展现了绿营的团结气势。以上就是现场的最新情况，把镜头交还国内主播。好，南。